喂，Hello，大家，你要回来了。本期给大家带来最新一期第一视角。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拉拉亚，这个英雄，我只能说，都一里的拉拉亚比多二里的笨，好吧？但是还是能玩，能玩。但是玩的人我觉得不多啊。这英雄在路人里也是相对而言偏冷门的吧，偏冷门的，因为他的技能的话也是需要操作的。你像一技能二躲技躲那些伤害啊 ，D 隐匿也可以躲伤害。三技能是一个那个就弹射，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刺客。刺客的英雄的话，基本都是敏捷型英雄啊，敏捷型刺客。哎，这边有个你这个小赏金，脑子不灵清，好像下路打的是一个电棍啊！哎，我不要死啊！开局的话，我跟沉默打这两个打是可以打，但是比较繁琐，会比较繁琐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赞助商银千惠对本视频大力支持啊！大家买银视频的话，我推荐选银千惠。这边的话，屏幕左边有个二维码的，扫描下就可以找到银千惠的那个官方店铺了，好吧？或者银千惠点天猫点 com， 报我牛蛙名字的话有礼品送。哎，上路直接拿了一血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开局还不错，哎，有个一血是我们这边的。最近的话，每天晚上也是在那个训练吧。之前跟废墟打，我靠，打几盘输几盘。这两天跟废墟打，已经开始有赢有输了，也是一个十足的进步吧。反正每天晚上的话，基本都会在战旗这边直播我们这边队与跟那个废墟队的一个练习吧。我基本打一个五号位，啊，打个辅助，好吧。花岛神经 ID 叫 Super 五，所以有些人看我直播，哎，平时怎么打大哥？到了对黑训练怎么辅助偏多，那我只能说这个位置我打的比较多，好像是电棍的话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没有什么控制的，所以沙大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这基本是一个补刀一个正反补为主的一个混线方式吧，压也压不过去线。对面一个赏金的话带了一个那个有隐身嘛，那我们本身的话是不可能说哦把长剑给秒了的。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，就圣堂补刀你千万不要用 S 补，圣堂补刀如果你开了个 R 用 S 补的话，你 R 还没放出来，你已经被你 S 光了，但他一会把你前咬给判断掉的，所以说这个不要用 S 补。而且那个二技能可以躲很多的技能，我这盘的话现在目前还是没鞋子的，所以可以先买双鞋子，因为电棍是没有鞋子的，是吧？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，移动速度是前期很关键的一个属性点，非常关键。这边的话是跟队友几个一起，他们在 YY 里开，我一个人在那边玩吧，反正这个算不算黑点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队友也不傻，好吧，队友不傻。有时候经常单排嘛，像我今天我打一盘蒂普斯，这个下期会录的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对手有个人从头把我喷到尾，我好尴尬。他没有东西喷了，他喷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喷我混低分局。后来我一看我队友的分数，哎，不低啊，1700多的一个那个竞技场分，一个1600多的，1700多那个，我问他你是50名吗？他说我是30名啊。那对面喷我们，对面那个人一直盯着喷，什么都喷，我真是，有些人真的是分数越高脾气越大，那嘴巴越臭，我分数越低脾气越大，嘴巴越臭，那低分的那是很尴尬，好吧，很尴尬。现在的话下路不太可以啊，16个刀，但圣堂刺客这东西这英雄的话需要一个两个装备，叫一个叫跳刀，一个叫那个引刀，你看你出什么，反正也是需要一个切入装，或者一个反正就一种这种类型装备肯定要有一个的。你纯粹靠移动速度，我说实在的，除非你这边有很好的一个什么团控跑多，不然的话还是一个跳刀进去一个隐匿，这效果很好，哇！你可以出假腿，也可以出相位，这都是可以的，这两个装备。一般相位出的人比较多吧，因为他打的是一个偏爆发嘛，先需要移动速度，所以相位出假腿也可以，因为增加你的那个攻速属性。中路的话，天怒。
哎，这边有 Coco 要解饿了。哎，哎，我的天哪，他没标记吗？有标记啊！太自信了啊，太自信了。都，我承认都是自信惹的祸，不然 Coco 标记一个水，直接倒，好吧？跟我没什么关系。跟你讲，你们不坑 Coco 啊？Coco 刚刚按道理应该是随便标记就随便杀的，但是没有杀掉，啊？哎，他弄我，我就直接。但是好像攻击减了好多，好多攻击力，哎，他吸了好多怪，哎，沉默，别跟他打。哎，不死啊！他攻击力吸了好多的，先走一下。这攻击力吸得我真是生活无法自理，所以电棍打这种偏近的英雄，像圣堂也是偏近的英雄，电棍还是比较屌的这英雄。不过圣堂倒不怎么虚电棍，因为电棍本身是有什么强呢，就它的三技能，你如果是指向性技能的话，你会被净化掉的，这个是强的。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类型的技能，所以问题不大，好吧？大家兵多不？现在这个情况的话，就是一个偏补刀，早点混六级才有机会啊，需要这个镜子陷阱。然后我就需要那个陷阱，镜子陷阱是炸的技能，需要陷阱啊。以后就这个月底我，哎，想干我小天真，我开个啊，我来反杀了小天真。这两个小天真好多啊，这也想强杀我，看不起我，好吧？我的 ID 大家看到没？心机婊文。我这心机婊在补刀，你想杀我？心机婊都是拿来卖的，知道吗？打游戏是要有点心机，但做人心机不要太多啊。游戏比如说弄个头啊什么的，把你弄弄肥。我那些队友心机老有了，明明对黑的时候动不动 S 一下。现在经济很肥啊，三杀，到时去旁边放一个河道的一个陷阱。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一个有什么恢复符啊什么符啊，像这种弹射的话，大家需要这个是需要一个多时间的一个打练习吧，才能对这个弹射比较舒服的一个判断。平时的话说真的，这个弹射我看了一下电棍的一个状态，它没有相位鞋，是一个普通鞋子，所以再考虑能不能杀它。他这个英雄啊也是需要那种，这个英雄也是需要像这种天鹰啊之类的一种基础装，把自己属性升高，有回蓝效果，然后战线打支援，做一个线霸，好吧？他一般是在中路控服游走，下路的话就是一般以一个主发育为主，打出自己关键装备跳刀或者那个引刀之类的，然后再进行动或者打一个支援，不然的话就基本是一个先混下路为主吧。现在这个情况的话，我现在血量蓝量基本都是偏满的吧，用那点补给用过来，下路还是先反应。上期我不是给大家征询意见吗？我说视频里口播那些广告合适不合适，很多人都讲话的其实还好了，我们喜欢看你视频，对吧？广告也是一部分，虽然我的广告没那么好笑。哎，你我不杀你先，以为有人 TP 就牛逼啦，我那么可怕，你再过来打死你啊。算了，我洛克你来我就干。踢一呀下两下，哎，带着，这样的话我扛点塔也没关系，直接下路天路是什么符啊？然后很多观众跟我联系都是还可以啊，道你不要有太多的那个负面影响，好吧？做你的视频，好吧？最好能多做几年。像我如果真的辞职的话，楼塔如果我视频还有人看的话，我肯定会一直做下去，对吧？因为挖岛这个月做完之后就成为一个下岗职工了。
连下岗补贴都没有。然后我们那个茶叶店的话，感谢大家对我们茶叶店的大力支持啊，今年那个龙井反馈非常好，新款白茶碧螺春也都是好评如潮。今天给大家好好那个介绍一下我们这款碧螺春啊，号称冰糖水的这款碧螺春，一个字形容甜，两个字形容很甜，三个字形容非常甜。碧螺春那个作为春茶，与西武龙井有一样的一个十大名茶，牢牢占据十大名茶第二的位置，它在茶叶里的江湖地位非常高。碧螺春的甜不是龙井那种回甘，而是入口的清甜，汤水滑润。嗯，这款碧螺春的话全部都是芽头啊，自己喝送人都是逼格非常高的。这边越塔我的呀，你越塔不怕我抓吗？其实这个节奏就是我之前说的打一个偏资源的一个节奏啊，因为你哎，他们想强杀我，隐匿先隐匿哈，哎，他们怎么看得到我？有鬼，你想干嘛？来呀，打死我，减速。哎呦，勇哥被干了，打我。哎，他不会真打我吧？哎，你脾气很暴啊，天怒也来了。我有一技能，我要反杀了。我有一技能，我要反。哎，妈的，跟他换，跟他一换一，有点吃亏啊。不过这，哎，这样就不吃亏了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真的会吃不消的。这样就不吃亏了，2600，2700，相位天音2700，挖到圣堂真牛逼，打对面没脾气，解气。因为你被我替过了，那是替过了。那我们一般是这样的，出个跳刀是吧？然后再买，再去。现在钱不够买大毛棒，那就算了，我们中路看有没有机会。机会，跳刀圣堂的爆发是非常高的，我可以先开啊，然后再那个陷阱一哈，一个地砍一下，好像镜子陷阱没放到，这个比走位是往偏靠前的，那应该也能打死，一下就死了。好的，哎，我的 miss 了一哈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哎，人头是飞机的，这问题就大了。啊，不过也还行，跟队友齐心协力杀掉对面，你不能说不行啊，对吧？这人头是我自己命不好啊，命不好，这波应该是我的，但是那一下 miss 了。这也是 DOTA 好玩的地方，那个 DD 打高地会 miss， 这是天生 miss 好吧，跟浮点那种 miss 又不一样了。这样的话上路还有个天怒，嘿嘿嘿，天怒天怒，减速减速，跳过来一个地砍一下，两下三下就带走了。哎，稍微躲一下，那我们一块下个那个技能就好了。减速，哎，先跑掉了，我估计进商店买眼了吧。还有你电棍，好像看能不能杀。看能不能杀我，有啊，一技能弹一下，再弹一下，好像很尴尬。完了，这波团要死，这波团要黑啊！啊，这波团从他立马就被干。啊，这波团打的真是他妈的惨。刚刚竟然没杀掉天怒，我靠！这一来一回，一来一回，这一波，那个窝勒可跟那个幽鬼真是爆炸了。这盘幽鬼好像很肥的样子啊，我怎么感觉这一盘不好打？真的感觉这盘好像不太好打，感觉需要我花力一下刷一下，是有那么点难。天怒。现在圣堂被削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英雄在以前是很强的，他具体强在哪里你们知道吗？强在那个剑指陷阱，强在大招，那减速很厉害。像现在的话减速也只能说一般，对有些英雄来说的话移动速度快一点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减速效果的。
我跟队友沟通一下，让飞机刷，我们抓，看看能不能把幽鬼打下路啊。勇哥被干了，打爆小闹鸡，这一波我们就往下靠，看能不能有收获吧。我这边带了一个粉的，所以如果遇到赏金的话，我会那个开粉。好像这个电棍是没有发觉我们在这里，那赶紧，你杀赏金也可以，跳过去，被他两下，哇，赏金好弱啊，发现没有？看那个能不能抓，只抓一个赏金的话，这波有点亏。这不真的，哎，天怒不知道我们这里差眼了，我们这里以为一个陷阱，我开个二递过去，一下地就死了，但是没事，再 A 一下。要先杀死，这波强杀掉那个。一般他有时候，你像圣堂的话，一般会把那个大招先点一级啊，上其他技能先点满，再点大比较好一点。大招是一个偏辅助的技能了，三技能毕竟是偏主要的，尤其这种增加射程的话，对你那个引力，因为毕竟三技能等级比较低的话，你的攻击距离低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引力效果就可能有时候你就尤其多大一，玩过圣堂的人都知道，有的时候你低一下就隐身嘛，但是你想砍又砍不出来。上次我看九神打的时候，九神也说这个问题，多塔一的圣堂，哎，下路，哎，水川来一波幽鬼直接大过来了，我去啊，感觉，关键萌萌大，队友三个组团再送了，萌萌哒啊，真是萌萌哒，完了，而且三杀带标记，这怎么玩啊？这是很尴尬的局，我喝点茶。你不要以为这是植入广告，900滴血，如果我被标记了的话，那是他跑得很快的。没被标记的话，得追那么几下。那我想了下，这二塔先还是不杀了吧，最好能把暗灭打出来，增加点爆发，或者单刀增加点移动速度，都还是可以的。这看你怎么想了。暗灭这个 B 就两三下就死了，我今天可以下路补下经济，因为下路，哎，我刚说下路有视野，这个沃勒克直接来了，我真是。其实我有个梦想，我之前跟大家讲，我说我想当个歌手，像我有时候直播时候也唱歌的。最近有人说哇的，哎，唱歌变好听了，哇的唱歌不错，哇的你变了。其实我的声音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独一无二的吧，啊，独一无二的。我如果去参加好声音的话，你们觉得杰伦导师会为我转身吗？其实我挺喜欢杰伦导师，是吧？科比退役了，好多人都说我欠他一张篮球票。星爷拍的电影，你们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，是吧？其实你们看挖导视频也看了4年多了。是吧？我已经做了600部视频了，这一部应该是590几部视频。这其实这么4年半吧，坚持下来，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吧。我自己感觉挺不容易的。这现在让我再坚持这样做，我可能有点难。尤其是前3年，你们可能不太懂。我前3年做视频全部都是边打边录，那时候那个边打边录的感觉，你们可能不太懂。你们玩过就知道了。那真是，我宁愿去读书，好吧，我宁愿去读书。这一波的话，他们推中，我们下路好像也不好推，推是能推，慢慢推。这样的话，我的经济好像有点跟不上。那我如果一走的话，队友可能会被对面切。我在这里的话，对面可能不来打了。这波是没有棒子的，这波要小心啊。可能把我的队友把乌洛克给秒了就好了，引力一击打手把你秒了。然后之前这边有个，那这波他们应该是不守了，能打？哎，有这个，哎，一下，两下打死，砸个粉，
天柱大躲了一下，哎，赏金我也，减速减一下，撒个粉，跳过去立一下，一 A 带走3200，还可以经济。这一波开悟直接追了，看能不能把沃洛克给追上去。哎，能标记到了，标记到了，我开个 R 再过去一个 D 引一击，砍一下，哎，还骗了他一个大，把这大也 A 了吧，这很好 A 的。这样的话这一波让我肥了，那我们可以中路啊上路啊先搜一下，然后再找机会吧。在这个刷钱的时候顺便讲一下我们衣服店的事情。如今颜值当道，长得好看的买个奶茶都可以插队，对吧？像我这样的姿色一般是排在十米外。最可气的是毛哥在我们淘宝店铺还做拉仇恨的活动，这太令人生气了。我觉得14年赛季欧冠期间，皇马和切尔西的球队全部都是正品阿迪球衣，总共500件，全部拿来做活动。活动内容是凡是收到货的兄弟发出来的一个买家秀，能征服我们美女客服，让我们的美女客服觉得帅呆了酷毙了的兄弟就可以享受球衣免单。反正我挖的照片已经得到了美女客服，她觉得我有气质有厚度的肯定，免单是妥妥的。你们谁还要跟我比美吗？这个活动我觉得好贱啊。球衣给你们准备好了，短裤什么也全部齐全了，意大利潮牌5分裤，打球和休闲时候都可以穿，质感超级好，全部都是正品。店铺上的都是当季产品啊，兄弟们买衣服买裤子多找毛哥，品质保证找挖岛代言。好，毛哥店铺域名是毛哥点淘宝点 com， 或者搜索淘宝店铺牛蛙男装。这一波的话就上路收一波线，下路再收一波线，然后再准备去野区，因为这时候我是很强的。像21分钟暗灭跳到相位天音这种拿出来是很强，但是幽鬼就是标记起来就三两下的，但是看能不能标记上又是一回事。哎，我看能把塔显 A 了，塔 A 可挺快的。这一波的话赏金一直这局这个赏金很烦，因为赏金哎看能不能把秒掉。他要切我们后排了，哎，撒了一个粉跳过去，一刀两刀三刀，哎，这赏金怎么这么肉的啊？赏金应该是死，这个天奴也要死，减速让他扛一下伤害，一下两下，哎，切个水可以，这水可以，哎，这个是真幽鬼，这个是真幽鬼 nice。 还有谁？哎，沃洛克一个减速，等我跳刀好，沃洛克，哎，定过了，凑合攻击力，哎，我还减血了，好像情况不太对呀、啊，但是我开了一个R，我跑得很快，跑得飞起，电棍你来打死你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就差一下我就死了，还好挖到长得帅，跑路也是非常快，好吧，吓尿了，真的是。这个时候我们先回家补一下状态吧，补个状态吧，然后看线吧，主要是看线跟团队是怎么样一个打法。你像团队如果是推进，那我们肯定要推；如果团队是抓人，那我们就刷加抓。这个是一个团队节奏，尤其是 DOTA。那如果是蒂普斯的话，那就是我一个人节奏了，我想刷就刷，我想抓就抓。那像圣堂这个英雄，毕竟是吧，很多地方比不过蒂普斯的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就像有个人跟我说，哇，我今天不是打路人嘛，单排嘛，碰到一个人，他说，哎，有人说这么牛蛙吗？牛蛙加好友，然后有人说，牛蛙也就蒂普斯厉害，其他全是菜。当时我是不怎么回应他的。后来这个人打完说，哇，能不能加个好友啊？我问他，你不是说我菜吗？那他说我是站在酒神的角度上说你的，他拿我跟水平跟酒神比，他觉得我很菜。
我也认了，好吧，酒神肯定比我厉害。但是他后来要我加好友，好过分啊！又说我菜，又要加我好友，这我不加的。一般情况我也不加的，我是一个非常高冷的男孩子。哎，这波感觉可以打。哎，有鬼直接开了个大招。我好像隐匿，那个被破了，我那个被破了。哎呦，完了，这波要被天怒单杀了，感觉被沉默了，而且推一下能不能啊？哎呦喂呀，这一波感觉位置不太好啊。我买不活的这一波，感觉队友要团灭啊！天怒好强，这一波天怒好强，啊、天怒先被抽死了。哎，宝石推走 ，TP 有没有？没有 TP 怎么办？感觉要被干，好吧，没有 TP 怎么办？勇哥这盘装备感觉还是飘逸啊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宝石藏起来，藏不起来了。阿托斯推。我感觉勇哥这盘如果出个 A 仗，对面上都不敢上，你们信不信？因为对面的阵容你们看一下，沃洛克、幽鬼、赏金、电棍加一个天怒，讲道理就一手电棍沉默，可以限制一下他的那个抽蓝哦抽血，其他时间他应该可以是完美的。这一盘勇哥的装备我是觉得可以出 A 仗啊。刚刚我那个泽光一开，幽鬼一个大招，直接就CB了，好尴尬。但是游戏到现在才刚刚开始，这一盘你们觉得是吧？从进度条来看，一看就是一场60分钟的局。挖岛视频60分钟就是60分钟，很少有什么合集啊，后面什么10分钟、15分钟广告啊，没有这回事，好吧？一看这种局就是一个质量局，你们觉得这种局是合集的话，我只能说太没有眼光了，太没有眼光了。下路的话，我们先野区打一下，什么时候找机会把这个盾偷一下，好吧？盾很关键，尤其盛唐这种英雄出暗灭之后不打盾的话，好亏。电棍的话比较偏团队啊，想哎这个电棍好像这波可以抓，他应该是往前带了，这走位就看得出来是往前带的，捡一个树，跳过去，隐匿。你看这有时候隐匿砍不出来的，砍不出来，还是被打死。这个盾应该是可以打的，但对面我跟你们讲，哎，又来了，幽鬼还是会要了，我先隐身隐一下。这个时候好像左边，我开个泽光往前走，撒了一个粉，能标记到谁？标记到了，哎，他吹风了，完了，这波沃洛克，致命链接加大，我跳过去。我靠，他被勇哥 DC 了一下，怎么办？减速一下，我靠，火生生被减。能跳着走吗？这一波感觉队友留人英雄有问题啊，肯定要秒那个 SP 的，秒那个赏金有吹风。如果这一下没打好，相当于是没控住的话，对面那个标记起来的移动蓄率很难打，感觉要刷个 BKB。 这波怎么就打起来了，对吧？这波下路抓了电棍好好的，应该组织一波打个盾，突然人没起就打起来了。我们挺依赖船长的水船的，而且沉默大招刚刚有没有叫我不太清楚啊。沃洛克那个三技能，那个减速加那个170致命链接，其实沃洛克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英雄啊，这个英雄很强，但这个英雄又有个很尴尬的位置，就是哪里呢？就大家都喜欢啊，辅助买个眼吧，啊，买个鸡吧，啊，变个鸟吧，哎，这个时候开悟不错，买个悟吧。其实谁？刚刚水小木发了我一条微信，立马把它撤回去了。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跟 Tim 讲一下 ，Tim 吧，那个鹿首哥啊，放我片尾啊，视频，快点，很关键。最近他也挺忙的吧？看起来挺忙的，反正找不到。平时有时候直播，但现在直播主要是我有个很尴尬的地方，就是晚上队里要练习，打个30盘基本都是要睡觉了，所以晚上很少跟水爷一起开黑啊之类的。哎哎，
我靠，这一波他们开悟绕过来打我们，而且我是没 BKB 直接被抓了，天怒应该能杀。打宝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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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他宝石嘛，直接 TP 的，还有 BKB 站的赏金是没法 T 的。这一波的话，现在对面没什么控制力，我们带多带带 TP， 带个 BKB， 基本带线是没问题的。像我今天打了一盘，有个有盘，扣扣直接死。对面幽鬼好肥，29分钟假腿灰耀龙星，我估计快闪失吧。这幽鬼好肥啊！那盘我是这样子玩的，玩了个先知，开始扔甲流，想抓人嘛，对吧？没抓到。后来丽娜把我们这边杀崩了，那我想转型，出什么呢？出大电锤加 BKB。我就阅兵先去带带带，他们人来 BKB TP， 我再带带带人来 BKB TP， 把他们线全部扯在外面。他们要推，哎，我也推；他们不推，那我带的更厉害了，队友手塔也厉害。这有时候挺爽的。天怒这一波天怒一个地带走，可以。这波把天怒给抓了，下面的话，赏金是被。这一波下路是没有天怒大，但是沃洛克不知道有没有大，我不太清楚啊，应该可以把幽鬼给打死。沃洛克是有大的，但幽鬼应该能杀，水船打到就能杀。哎，船没打到，怎么办？把石头人先打了。但幽鬼这波的话，刚刚那波没有三连到幽鬼，幽鬼跑了，主要是沃洛克那个把那个打断了一下。We must hurry. 哎呦，水爷不想录歌了，好尴尬。我沉默好肥啊，点金手。我们这团战啊，要打好，怎么打呢？要先最好能把这个幽鬼给秒了，而且他这个时候不能没有买火钱，换对面一个反手沃洛克大招，好牛逼！要么你把沃洛克秒了，而且最好我有 BKB， 应该团战还好打一点。不过对面我觉得强的不是幽鬼，强的是那些辅助型技能帮幽鬼。哪两个辅助技能呢？一个是赏金的一个标记，还有个就是沃洛克的技能，一三技能。这两个技能好强大，我觉得真的好强，配合这种团全球型的一个 AOE， 幽鬼已经算是 AOE 了嘛，对吧？你看他又来了，隐匿一下，都打飞机去了，抓哪？抓水了，抓水了！我靠，直接把，能 Coco， 哎 ，Coco 这波在的话，幽鬼应该能杀，能，现在已经不行了，现在好难。I can wait no longer.好像有点情况不太对啊，多么美好的开局啊，感觉我21分钟就这装备了，我觉得差不多，不过现在能差不多能多把 BKB 吧。天怒这盘出了个阿托斯，这盘永哥在瞎鸡巴带，永哥在带线，但对面一抓那个钱不是一般钱，有赏金的局，这个钱不是一般的钱，那个钱如果赏金经济有一两万的话，那简直就是变态。这一波不敢乱带了，差不多就可以，差200块钱可以有那个 BKB， 有 BKB 的话 BKB 开着去秒那种像沃洛克啊这种都可以秒，有时候幽鬼如果被控了也可以秒幽鬼，都是可以秒的。这里应该是有野的吧，这野都没人打，像这个眼位差偏下一点，那他是不会反眼的，除非对面是有眼。哎，打盾了好像是，他们打盾是可以打的，现在幽鬼装备这么好，哎，没打。我们是这波是开悟的队友，我在往下靠，哎，能不能把幽鬼给抓了？幽鬼这波是神装的。推推 Coco 三连，沉默大，
秒秒秒，幽鬼直接打我，你看幽鬼的这个秒的速度，我们还是可以秒的。这时候直接放沉默大招，是为了怕那个乌洛克在后面反甩一个大招，那可能就很尴尬了。像现在的话，去打个盾，是吧？对面幽鬼不在时，跟你没法打的。然后买个 BKB。但是也不能随便打，这个乌洛克这个死变态的一三技能，配合随便放点 AOE。他们全部都在，我就怕他是也有点不打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就怕打起来他们打一个先手，幽鬼反手一个买活大，这个时候沉默是没有大大的，那可能就要我们要被打团灭了。现在的话，利用这个时候幽鬼不在，我们刷一点经济差距吧。这赏金标记我挺头疼的。你像贴的输出还是挺高的，其实这英雄爆发高，生存能力还可以。勇哥被抓了。那我现在上路先带回钱吧。这种局 BKB TPC 是几乎是无敌的，我发现。但是 BKB TP 无敌说无敌，对面沃洛克大一转下来，你脸一黑，好吧。最烦就是沃洛克大招，飞机跟我在一起，经济骑起来后期还是可以打的。对面是一个幽鬼，一个单核，电棍也能算一个半核吧。那沃洛克如果飞起来也好厉害。我们这个线是要担心他们打盾的，也许有祭品，对吧？还是可以敲的。哎，这打了，哪个是真的？这个真的幽鬼，我跳上去抢盾。咦？哎，看到我了吗？怎么就不打了？哎，你标记，这里又犯了一个致命性错误，标记三连秒这个赏金，我去！哎，我这不丢失第一下，完了，这波要黑啊！幽鬼上去打棒子了，我减速一下幽鬼。我这波是被标记了的，他连我 BKB 开起来，应该是可以跳走的。这一波好黑啊，这三连秒的是一个赏金，然而这个赏金是有吹风的。哎呦，我们需要三连激活秒幽鬼的，其实这种局势，然后现在我是不敢上了，上去也是死。我抢了盾肯定能打干那波，我只能说这一波肯定是很致命，我看能不能把那个沃洛克秒了，四下秒死。但电棍好像他们能打我，我有隐身的。哎，哎，啊，这好尴尬。妈的，杀了对面的一个沃洛克，没想到我跑不掉。哎呦，这波我好亏。我可以买，这波我是可以买的。感觉对面如果标记什么天怒，我直接买了就好了嘛。对吧？天怒这个英雄没什么生存技能，他出来的是阿托斯，他没有出跳刀、推背棒、吹风杖之类的一些装备。但这个赏金装备出的很好啊，假腿那个天堂是吧？吹风祭品，我操，简直是幽鬼的福音啊！这一盘对面挺团队的，现在那个竞技场一个五打五，还是对面套路挺多的吧？有的时候，你像这一盘对面就打的就不错。我们勇哥的话还是没有那个 BK， 还是没有 A 杖，
有一仗看情况能不能不一样啊。对面阵慢慢推的，慢慢推的把盾给打死打掉了，还是打得到对吧？你现在可以出一个那个单刀，倒是转一个那个分身符，分身符可以解一下那个赏金那个 buff， 赏金这个加速加起来好变态，我觉得。勇哥在受限，那我只能打野了。这一盘的话，想往下靠下去，先收点钱吧。因为经济我输出都是有的，就是需要队友很好的一个控制。而且这波是幽鬼带盾的，幽鬼带盾过来的话，说真的很难去接这种团战，真的很难接。幽鬼这个3000多血的，死了要弹。他死掉弹的这个高地，不过他们输出是电幽鬼，需要还是需要上来扛的。如果是个远程的话，就随便推了。近战的话，人全部在的话，高地也没那么好推啊，推是可以推的。你看这天都，你看这天都不随便杀吗？这天都标记到就可以杀了，不行我要单杀了。我要单杀了，对吗？一个地一下两下就死了，对吗？这保持保持，那你要过去捡。这波的话，沉默开了大招，后果直接船放出去，还是死了一个沉默。幽鬼，千人还是好些。哎，这波，这种幽鬼来到我们家进来，哎，我这种沃洛克，这种电棍，一个被看见把他秒了。看这个。赏金，看能不能把赏金给杀死。但赏金好像很他妈专业，很专业，很专业，好啊，真心很专业。砍大爷丢失，我这命不好，还是先往回跳一下吧。拉走了，还他妈动鸟，还想用鸟去秀他，想太多了，用鸟勾引他。小鸡的诱惑吗？这波大招看能不能把天龙给秒了，三刀跳过去把天龙直接弹死。这波的话，赏金标记我了。这波处理的不错，很好的打奠定了一定。这种对面优势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冲高地想杀我，而且我前期直接把天龙秒了，又给开大秒了一下沉默。然后切入在高地大战300回合，最后他们落荒而逃，好吧，落荒而逃。现在数据13杀60，13助攻，分身跳刀相位暗灭，还需要大炮，需要个大炮，爆发是很好的，瞬间爆发打出来，然后把那个幽鬼直接秒掉，他们在我们野区好像是。哎 ，Coco 标记到了，这是真幽鬼，这是真幽鬼，幽鬼幽鬼，你看起来还是很脆，那这波可以推了。我靠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这幽鬼浪了，不推吗？我靠，勇哥说继续刷，幽鬼死了你不推？早点出一张是无敌的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这一波，那他觉得后期我们三核能打得过对面的一个幽鬼单核，那也不要有失误啊！倒是怎么死一波团灭，倒是就对面一推个两路，那我们不是崩了吗？上路飞机碰到了赏金加天怒，说真的不太好打的。你看这家伙，扫啊！真骚！天怒在哪里？这一波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推进会不会好一点？幽鬼毕竟死了，队友想刷那波无法是不在的，他们死了。我这盘装备只能更新一个了，除非后期暗灭再换一个像强袭蝴蝶这种。
can wait no longer. The guilty will suffer. Now is the time. I can wait no longer. The guilty will suffer. 现在再去野区，哎，天怒，吓死我了！这真的假的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！下手真的在这里的话，应该杀也杀不死了，毕竟我有 BKB。不过还是吓死了，我血压高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高坡太欺负人了。我以前走那个，就近卫进天灾野区这边左上角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上坡很容易出事。以前啊，很容易出事。这里上坡因为是没眼的嘛，然后阴影处，我靠，上去碰到一个人，我他妈心脏砰，吓一跳，真吓一跳，很虚，好吧，很虚。这个时候对面人都密死，我们还有一次误的机会。其实这种幽鬼的话，大家一起齐心合力去秒，除非他受到蝴蝶，那我们确实秒不死，其他装备应该还是能秒的。三连打过去，输出还是高。这波我是这波我是有分身符加 BKB 啊，所以我基本是不会被抓的，基本是不会被抓的，被抓是我傻逼或者对面羊刀，这样子可能被抓，其他装备其他情况基本不可能被抓，而且中路的话是有个赏金在的，所以我基本这个线还是要冷静一下哈，冷静一下。沉默只有等级的，因为他有那个点金手嘛。这个赏金还出了个 BKB， 很灵性啊！我看他出装备。现在标记飞机去收钱，我就打远古打野，打远古打野，只能这么打。而且远古经济其实还可以的，你看远古一个野怪的话，打了有一组野怪，他会拿差不多200块钱左右，200多块钱，所以远古的经济其实很可观的。200多什么概念呢？你打个比方，你一组兵5个，一组兵其实前期是4个嘛，后面慢慢多起来嘛，打个比方给你5个，每个打个45块钱，那你还不如一个远古野呢。这一波能杀掉幽鬼吗？这波杀不了，哎，天怒一个隐匿砍一下天，哎，可以，天怒杀死，带来个宝石。这波的话，无法再往后退。我靠，直接被打死了，而且幽鬼满血了，直接满血。这种东西碰到我的话还是比较难。这对面好厉害啊！这波团战刚刚我是不在的，我直接把天都给秒了。我是偏后面战场的，哎，我是没 BKB 的这波，要补一下。哎，但是三连到了幽鬼，这边幽鬼没站点，这是给了个船有 buff， 主上要往后退了，水起来，没水起来，算了。那我们先带回线，然后4400了，其实钱还挺多的，4500了。宝石倒是先放家里吧，4500我还是很肥的，好吧，叫我肥蛙，肥蛙肥蛙，你真能打。这个水晶剑，然后这种暴击的话就暴下去就高了，尤其是开个二的时候，加一暗面再暴击，我。这一波得开悟去找机会，看能不能抓一个有关键性的人物。但这种悟的话，说真的，很容易被知道。这种悟怎么开呢？最好有一两个人去带线，然后两三个人关键性输出够的人去直接去找人面。他们总不可能是5个人蹲在一起的，除非他们那时候要推，他们那时候如果刷的话应该是，但是路人嘛，这种雾的话在开的，哎妈，碰到一个天怒。这英雄怎么说呢？这英雄其实不想碰，这英雄其实被好几次被我单杀，他说的是阿托斯，阿托斯好，不要紧，幽鬼这波直接开大把那个先秒了。
我是拿下来，有鬼，真的一下两下三下，这是不机会啊，这一波直接把哎沃洛克，沃洛克你家沃洛克开了个绿帐吗？哦不，勇哥是低了一下，那这一波很关键啊，不过沃洛克这波一技能 F 给出来了，每个人头上都有这个东西，如果对面幽鬼买活一个大招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完了，但是幽鬼这波是没有大招的，有没有买活我不知道，大招肯定是没有的。这波推塔没压力啊，两路好不好，两路下路也可以推，诶两路GD 是不行，我们猜这个塔还是挺快的吧，你看幽鬼现在复活时间挺长的，队友都舍不得 A， 这一波你看是吧，就可以吹个牛逼了，哎哎哎哎哎哎，你们这帮逼就知道杀人，我推塔，不要倒是幽鬼活了，倒是一个大把我们解决了，哎走两路好吧，那这一波打完之后的话，我的大炮已经成功出炉，大炮加买活钱，好肥！哎，勇哥被晕了，天怒来了，看他妈的天怒秒了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 ，nice， 因为开起来，啊！勇哥直接被秒了，我这边的话中了那个什么技能，中了我中了那个晕锤。哎，他们好多人都来了，先走。不然的话，到时候又有一个大招开起来，我们可能就要死。哎，你看开了，这时候我跳走，我正好跳，我是开着二的，所以我可以跳。尤其是开着二的，当时前六下吧，七下，你被打的时候是可以跳着走的。6200经济，好吧。像一般我们打到后期的话。七神装一般是会把林肯卖给掉的，给队友套一下卖一个。有人那天跟我说，哇塔哇塔，你的卡林肯 bug 你为什么不给泉水加一下，我他妈的后来有一次我也出了一下林肯，然后我给想去给泉水加，然后我被这个水友骗了，我被这水友骗了。The hunt awaits. Justice will be done. The guilty will suffer. The end draws near. I can wait no longer. 这一项的话，我们有两路优势的话，不要有很大的失误被他们打团灭啊，应该基本都是能拿下这场游戏的。但就怕被对面倒是哎抓住一波机会打我们一波，你看幽鬼装备现在很好的。打我们一波五人团灭，再我们买活，再打我们团灭，一波推掉。这种情况是就很担心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走外面走位一定要小心。我现在是有六神装加买活，看起来我是很强很强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控制啊。我们这版其实控制也还好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就一手 Coco， 这波留买活，人家勇哥才开始指挥起来。其实像。九神这个比赛我是想跟勇哥组队的，那自己人组队打起来也舒服，然后勇哥比较忙嘛，啊，大忙人，勇哥就海宝宝嘛，然后他说挺忙的不想玩，然后那我就后来不是重新组了一下队嘛，这一波他们好像要势如破竹，一波把我们带走啊，看起来是，你看那对面看起来好强大，但这波我要买火钱，幽鬼带盾，辉耀带盾，龙星，沃洛克有 A 杖，刷新不知道有没有，有了没有？可能也有了，可能沃洛克有刷新 A 杖了。这波幽鬼直接过来打了，那我是有买火钱，所以上去，沃洛克刷新大，沃洛克是刷新大招，我们先把这个石头逼先点掉，几下一个石头逼，几下一个石头逼，哇操，这波好多，点了好多石头人了，感觉我点了好多次，我先被抽攻击了，我先往后躲一下，我被抽攻击了，哎，买火买火买火！这一波对面石头人有点多呀，你看幽鬼状态也不好了，哎，过去一下两下，我操，中了天怒的技能，
一下，哎呦，被赏金跳走，赏金这个小浪逼，赏金小浪逼被打死了。那这波幽鬼是在这里起来的话，哎，水船能传到吗？船没到啊，船没到啊，我不敢浪啊，我只能，哎呦，我不敢浪绿障啊，啊，哎呦，啊，不能死，不。电棍竟然出绿障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感觉我们也要被两路了，好像这一步我跟飞机都是买活死的，幽鬼直接拆下路，还好我们上路有个一塔二塔，互破两路啊，现在是，瞎鸡巴，勇哥这个吸金哥，你看，吸金哥点顶着天路大在吸，他顶着天路大在吸，阿托斯把他吸掉，啊，把那个幻象给吸掉，被沉默了一下，能不能把这个天路给吸死？吸死吸死吸不死啊！哎呦，两路，要第一个，对，把这个兵先杀了。嘻嘻嘻嘻，哎，电棍也死了。这一波对面死了两个，多死八十秒，但他我不知道有没有买活啊，因为这一波过去的话，因为他们推了我们中路二两个塔嘛，那么团战他打赢的，所以他们很肥，可能过去就买，把线路先上路先做好吧。现在是两边中路下路多破了，就两边各留了一个上路，这个时候局势就很微妙了。是吧，谁处理不好谁就先逼，谁处理不好谁就先逼。这个赏金很灵性啊，它不是常规那种大根什么什么流，走了个什么祭品天堂大晕锤，我操，好克我，好克我跟好克我跟飞机啊，这个致命链接太致命了，太致命了，我感觉我乐可不死，天理难容啊。这个赏金灵性，我只能说灵性。这个时候我是没有 TP 的，我没有钱买飞鞋。这种局势到了这种后期的话，飞鞋很关键。但是我现在没飞鞋。这一波如果能把幽鬼给抓了，哦，刷星球，我靠，这幽鬼！这幽鬼如果能抓掉那是很好的，没买幽鬼肯定没买，怎么肯定，那不抓幽鬼太保湿，如果能这波把幽鬼给抓了，买不了的话那应该是能赢的。哎，勇哥这个习惯很不好，我批评一下了，这种开悟千万别爆。哎，这个不想抓，其实讲到底抓幽鬼比较好，真抓幽鬼比较，那没办法，碰到了嘛，你不抓也不行，这也挺肥的，还带了个宝石想繁衍。哎，这是真幽鬼 ，Coco 推了一下，沃洛克，看能把沃洛克打死吗？沃洛克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，沃洛克死了，这边开了个绿障在抽我。哎，幽鬼死了，这一波，哎，买了，麻痹买了，开了个二，耳光被破了，幽鬼一直被抽，但是他们这波很强啊，我有 BKB， 幽鬼刷新大招，我隐身在旁边，哎，感觉情况不太对，队友全部已经跪。对面中路如一波，买 TP 赶紧滚回家去先，我知道，卖了一个那个鞋子，买了个 TP， 反正现在没买过钱了，买个飞鞋。这一波他们上路如果直捣黄龙，然后幽鬼带中，下一波打的话幽鬼大过来，我裤子能脱裤子了，再抓一波就赢了。但我怎么感觉上路被打出超级兵了？
有符文。这一波中路我飞血，符文倒是可以跟队友交代一下吧，要看他们的天路给抓死一下两下。哎呦，没抓死，好可惜。减速，我操，被秀了。这波沃洛克在，沃洛克有大招啊，勇哥，勇哥叫我破塔，但是沃洛克有大招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互破两路，决胜一波吗？我 BKB 开启了，但是好像很无奈啊。这波你妈的有天堂，有大晕锤，还有这个细我攻击力，我好被克啊，感觉。哎呦，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！超级兵哪能打死这个？哎呦，这个绿帐，你妈的20000经济不如这个一绿。飞机也死了，难道就这样的结束了吗？打幽鬼，打幽鬼，打幽鬼！我好像要死了。买的火吗？哎，买的火，买的火，我飞他们家看看能不能拆掉。我飞他们家了。电棍也买回来，哇靠！这个犬要欺负我这个虎，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这也挺无奈的。那本期的话，视频到这里也给大家带来也到了一个尾声了吧？被犬欺了，我操！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啊，输了挺遗憾的，但是游戏嘛，是吧？有输有赢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